天啸哥，不要叫我天啸哥，你不要逼我。这把枪还是我送给你的吧。你就是内鬼，你可以这么说。你骗了我，你也可以这么说。我想你应该明白，我为什么会走到共产党那边。我发过誓。 马哥，嘿，喜欢吗？喜欢。我待会儿还是在面门口等你，然后我送你回公寓啊。 好，马哥，你真好。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这些人一夜之间全都崩溃了。什么伪造、荡国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我真的担心那个内奸就是你。如果我是，你会怎么样？我答应过战长，我会亲手毙了你。我再去找你，值得吗？ 天啸哥，天啸哥，没有啊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所以我心里一直都很挣扎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再也不用挣扎了。
看见天上的小鸟在飞，它们好自由啊。天小哥，天小哥，天小哥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值得你爱。原来我想带着他跟我们一起，但是现在太迟了。李红，送他一程吧，不过尽早归队。谢谢你，吴大哥。其实，他早就知道陈立红是我们的人了。在魏公馆，他看到了王队手里的枪。走吧，我没时间了。是。钱将军，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们这样做和逼宫有什么区别？既然如此，何必跟我磋商？既然磋商是个骗局，绑定上供。钱将军，稍安勿躁，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我拿到了一份绝密文件，你看了就明白。
让你受委屈了，戴小姐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安然无恙。因为这是你们中国人36计当中最经典的一计，金蝉脱壳。看来中国你没白来嘛。戴小姐这么镇定，演起戏来真是一把好手。你也不错嘛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想，明天晚报的标题一定是“国际盗宝集团肆虐南京，中国的国宝被洗劫一空”。标题太夸张了，也许事实不会是这样。你有更好的标题吗？当然。会吹口哨吗？当然。吹给我听听。戴小姐，把它解开，我们要对美国客人友善一点。斯温特先生，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叫将计就计。带走。走。丽红，你告诉吴大哥，谢谢他。
替他谢谢你。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？镜子能照到自己，我们相像吗？你是我的过去，我是你的未来。不，不，在镜子里，你看到的是过去，而我看到的是未来。李红，李红，我不想哪一天我死得不明不白。你害怕了？和害怕没关系。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吗？从天都饭店起，我就知道你是中共的人。是你丈夫带我走上了这条路。你爱他吗？我爱他，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他，可惜他根本不知道，因为他的心里被你填满了。是他策反你的？策反谈不上，只能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。那你来到我的身边，是他让你来策反我的？没有，他根本没有跟我提起过你。但是我知道，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人，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。是，曾经我以为他死了，但是没想到他还活着。可这一切都晚了，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，我也不是原来的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谁？你现在难道不清楚吗？我的归宿应该只有死。只有死，对一个终结者来说，才是最好的终结。李红。我说你会浴火重生的。我不光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他。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或许我们有缘的话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。好了，快点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白纸黑字，你又何必自欺欺人？来人，送吴先生休息。是。革命军旗，新九军军长钱胜私通共匪，意图叛党叛国，欲在执行中山一号行动之时投敌。
哥。君座，戴威呢？戴威，你是谁啊？按照命令，由戴小姐陪同君座押送国宝在此交接。不是说在吴淞四号码头交接吗？计划有变。我在问你戴小姐。戴小姐，我都在找她呢。把箱子打开。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是谁？我就不用回答你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是奉委座的命令，对你执行死刑。为座竟如此凶残冷酷，吴兄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能让二位看清楚真相，受点委屈也值得。吴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安全地交给共产党。将军，还有我，你放心吧。谢谢。吴兄，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谢谢。先生，我等你多时了。你，我们找到吴敏了。真的找到了吗？我们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无能。太好了，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完了。现在希望又出现了，非常好。什么希望？有了吴敏，我们就可以重新夺回那些东西。文物？当然。我要的是让他原形毕露。他的原形毕露已经无关紧要了吧？不，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。我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。
你等一下。如果你把吴敏交给我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对，他就是你们一直在通缉的八哥，他的真名叫吴同光。吴敏是他和戴薇的女儿。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？因为戴薇也是我们的人。双重间谍？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Hello， 斯文特，怎么搞的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们中了戴威的计，我怎么知道？你马上赶到西山机场，快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西山 Airport， OK， 我马上出发。西山机场，你听得懂英文？哼，我不光听得懂，我还会说。斯文特先生 ，goodbye。你没看到门关上了吗？我找你们老板，我们老板不在。你是谁？我是老板的女儿。你说谎。你是谁？戴威。是你杀了我父亲，你是稻田的女儿，我要杀了你。
这是元青花，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。爹，我知道了。给我！还给我！不要！娘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救命啊！吴兄，我刚接到命令，赶回西山机场。天黑，有紧急任务。紧急任务？嗯。是不是运送那批文物？应该是吧。最高指挥官是戴威。戴威？没错，这才是真正的中山一号线。放下！妈妈！大哥，中共的潜伏分子戴威，双面间谍，前卫国、党国的叛徒。就不配穿这身军装，你们全都该死！我才是党国的英雄。
希望闪动着黎明的翅膀，冲破黑暗的狂风巨浪，有一个声音在前方高声唱，那么嘹亮，让我听见了信仰。有多少子弹会飞向胸膛，把你脚步无情的阻挡，抬头仰望着满天的星光，温暖在我胸膛，我看见了信仰。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，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。如果我一去将不回来，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，你知道我的存在。如果我倒下再醒不来，请记住我热血的澎湃。如果我一去将不回来，请用烛光把我静静等待，我会化成为